舟山群岛四面环海，自古以来以渔业资源丰富而闻名，素有东海渔仓之称。舟山渔民靠海吃海，依托大海生存的同时，也传承延续着当地特色的海洋文化。记者陈晨第一站来到了舟山市定海区的南洞村，寻找独具海岛特色的舟山锣鼓。舟山锣鼓相传最早起源于航海，船靠码头，用它来招揽客人，航行时用它来助兴解气，遇雾时用它来传递信息。旋律激荡奔放的舟山锣鼓，表现了东海渔民豪爽粗犷的性格，和风浪战斗的惊险场面，以及大丰收时的欢腾气氛。这个厉害了，一人办十三角，不厉害不厉害。为什么呢？这有厉害厉害，有十三面锣。十三面锣啊，这十三面锣有什么讲究吗？后边都有字的，还有字呢。后边都有字的，啊，从小排到大的。看一下这上面有什么大财锣、小财锣，还有狮锣。您稍微敲一下，我们听听音色好不好？都是您一个人完成的，如果我敲的话肯定会手忙脚乱，颠三倒四啊。那您的声音越往上边越清脆，越往下边越浑厚啊。还有这个，来看看这边的鼓也很多，您站在最中间应该是最重要的角色，可以算是吧。因为舟山锣鼓，锣鼓嘛，锣跟鼓是两个主要角色。我听说咱们这边舟山锣鼓哈是在船上流动的乐队，这跟船海有什么关系吗？因为我们舟山是海岛嘛，是吧？渔民出海去了，渔民回来庆丰收啊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的乐器就是根据船上的，有的是汽笛呀、马达声啊，所以都是这样子一边一点点演变过来的，这样。那您就是船老大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您的驾驶舱，还有指挥鼓。对，想想一下。还有这边。这一下去，马上船要开船了。啊，想一下，我们听听。好。开船了。紧接着到侦察室，来看看前方水势如何，适不适合出海。风平浪静，今天比较适合海上作业。后面三位船员水手们要负责撒网喽。哇，撒网了之后，我们这几位是专门负责收获的。您好，两位叫爷爷了吧？爷爷好。您好，您今年高寿了？您请坐。我懂太爷爷81岁。81岁了。耳不聋眼不花，身体好得很嘛。好，真的好。我看您拿这个锣啊，您敲锣多长时间了？60多年了。快六十多年了。我是传承人吗？啊，您是传承人啊！那舟山锣鼓传承人嘛，那很厉害。那我有一个问题出来了，您是传承人，怎么不敲鼓呢？我一不会敲，敲我敲敲得到。我这个乌龙敲起来，它鼓很大，很好打。啊，听一下，气氛高，有气氛，那地方就站起来了。他这个打鼓气氛高涨啊！只有我们把舟山锣鼓啊传承下去，传承下去就好了。不要失传啊！我听说咱们这边有一首流传了百年的，叫做《舟山锣鼓谣》，对，能不能为我们观众朋友们演奏一下呢？好的，你们都知道是不是？好，这次让我当把船老大行吗？行，我感受一下啊！各位船员，我们马上要出海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今天我们要捕多少鱼上来？1000担。1000担，走。
对于舟山渔民，锣鼓是他们表达丰收喜悦的最好方式。而此时繁忙的海上收获季刚刚过去，渔民们忙着修补渔网，保养渔船，沉沉乘船辗转各个海岛，寻找在这漫长的禁渔期里那些依海而生的人们在忙着些什么。岱山有着东海活鱼库之称，这里海洋资源蕴藏丰富，域内仅鱼类就有300多种。晨晨来到这里，希望可以遇上出海机会。啊，有一艘渔船，快点快点快点下来。啊，您叫我吗？快点快点，我要被马上就要开船了。啊，可以上来，我还正愁想带大家出海玩一下呢。太好了，感谢您啊。大哥。您贵姓啊？啊，我姓李。啊，李大哥您好，您怎么这么热情的邀请我们？咱们都不认识。客人嘛，肯定是这样子的吧。客人，咱们来到这边的都是客人是吗？对对对。咱们船上为什么要上客人呢？都出来捕鱼嘛。您自己是渔民，带着游客们一起出去。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怪不得远远一看都穿着救生衣，也不像渔民的样子。晨晨误打误撞的上了李大哥的渔船。49岁的船老大李信定，做了30多年的渔民。8年前，他放弃了远洋出海捕鱼的生活，转行开启了颇有特色的渔家乐，让游客也能体验出海捕鱼的乐趣。如何把饵料装进蟹笼，这样的体验让晨晨也倍感新奇。水池里边防止一些大的物体泄到底下去的那个小工具。这个呢，我里面塞了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放在这里面了，里面呢这个鱼啊，里面螃蟹啊，螃蟹啊有鱼腥味。鱼腥味的话，螃蟹就到这里面去了。这个鱼是什么鱼啊？这个是青鱼，青糟鱼。哎，您别说，还并不腥，应该是新鲜的吧？新鲜的，冰的，冰冻的。冰冻起来的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为了专门引诱螃蟹过来吃的。对。好，之后放在咱们的这个叫做什么？土话叫，哈鲁里德姑。啊，这个网里边大概有几个入口呢？就一个入口。四口。看，这个算一个口，一个口，旁边还有一个口，两个口。三个口，哎，这不三个口吗？对不对？这算一个口吗？四个口。这个到时候鱼蟹扎进来，这里买能拿出来的，从这边放开以后再拿出来。那我螃蟹从哪里爬进去呢？爬进去从这个三个口子里面钻进去。爬进去之后，它爬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爬不出来。对，外面大，里面到里面小，是的。啊，进去就甭想出来了。对对对，是。用的是什么引诱呢？就是这个饵料引诱，是青鱼。青鱼，对。把这个青鱼放在中间，味道啊就会很香啊，哎，就会吸引螃蟹过来哈。这个网我还是真头一次见哈，比较小，比较轻便，方便咱们携带。对对对。而且更好的是，您看渔民不是游客啊，不是渔民了，游客这么多，可以一人分一个，对对对，自己把它放下去体验一下。对对对，可以啊。来问一下好不好？您好，你们都是游客吧？是的。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？我们一家三口嘛。一家三口过来，你们是哪里人啊？我们是舟山本地的。啊，本地的。对。家就住在海边，为什么还对渔家生活感兴趣呢？我们海上嘛，这边小岛上面也有两种，一部分是捕鱼的，就我们刚好是属于种田那一块的。他们这边有那种休闲渔船呢，我们也过来一起来玩一下。朋友说还蛮有意思的。带着女儿来感受一下。小朋友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了？10岁了。有没有见过这种蟹笼呢？头一次见到，觉得好玩吗？好玩。哪里好玩呀？这个放啊，把这个放进去之后引诱螃蟹上来，就可以吃好吃的了，是吗？禁渔期里，持证上岗的休闲渔船依旧被允许少量的捕捞作业。20个蟹笼被用80米长的绳子穿成一串，在渔船行进时，被渔民按顺序一个个抛进海里。因为螃蟹多在夜间活动，
所以蟹笼要在海里放上一晚才能有丰厚的收获。不过没令大家失望，李庆定带着游客去往他昨天投放蟹笼的位置。游客这会儿都充满着期待，因为这些收获代表着一顿透骨新鲜的渔家宴正等着他们。哎呦，有螃蟹了！螃蟹来了，这是什么蟹呀？叫沙蟹。哦，就小脚挺可爱的。就是沙蟹啊。嗯。非常，这非常肥了。这螃蟹跟我看之前看的不一样，比较清透啊。这螃蟹很沉啊，有没有胆大的？没有，哎，没有啊。你敢不敢？敢吗？来，不想。尝试一下，好，真棒啊！小朋友胆子真大，感觉沉不沉啊？可以掂一下，很沉。李大哥说，石蟹因喜欢藏身于礁石之下而得名，而扁扁的蟹笼正是捕捞这种螃蟹的最佳工具。蟹笼陆续被捞起。每一笼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收获。哦，小的，啊，就有一个小的，小的，小的。这石蟹感觉有点像还没脱完壳的螃蟹一样，因为浑身是透明的状态，发青的状态。嗯，这个好，这螃蟹好紧张哈，紧紧握着小拳头。这个很鲜嫩啊，很好，很鲜很鲜。嗯，原汁原味的蒸，蒸的到时候蒸起来很香，很好吃。哎呀，你看好活呀，对不对？这好事连连，好事连连，一笼抓好几个了，你看到吧？嗯，抓了五六个了啊，看到了吧？比较多一点啊，来来来，放下来。嚯，你看这螃蟹劲儿，而且评判螃蟹好坏标准还有一个，看它的那个蟹爪有没有力量，抓的结不结实。到时候我一连串一连串的呢。啊呀，哇，这个好多。你看，这个石蟹是圆的，这个是其实很肥很肥的这种。这个又是这个季节呢，你看。这个是母的呢，这个蟹子都出来了。这个母的一定要放生，对吧？这种螃蟹为什么一定要放生呢？一定要不是子孙后代嘛，要炸鱼的嘛，要炸蟹的嘛。如果这个不放出去的话，那个我们后代没有螃蟹吃了嘛。保护海洋资源意识非常强哈，说明咱们这里渔民素质非常高。20个蟹笼最终收获了7-8斤石蟹，对于老渔民李庆定来说，这样的收获并不算多。不过大家没有气馁，因为还有更多的新鲜海味在等待打捞。这个就是您提前放网的地方？对对对。这个是什么时候放的网呢？每天放的。啊，每天放的。哎，您别说啊，我跟渔民出海这么多次，还头一次见到您这里的网，蟹笼，小蟹笼头一次见到，并且观众朋友们看一下，就有点像足球门啊。想象力还是蛮高的吧？啊，不是，这个很形象啊，鱼是自己游进去，对对，它就不游，潮水这个弄进来的，这个啊，打捞的时候潮水还移的。哦，哎，这个网好大，我看一下，这老渔民经验丰富，动作很熟练。来了，这绳子挂着一个网就上来了。对对，这是什么网呢？撒网。哦，就是这个网的底端。对对对，一起来吧。好，一起来，一二三，哟，哟，哈，啊塞，啊塞，耶嘞，耶嘞，啊塞嘞，啊塞嘞。提前一天被放进大海的张网，可以网罗很多种类的鱼。但这一天的收获却不尽人意，渔民们连续捞上来的四网都收获寥寥，带着些许遗憾，渔船踏上归程。为何张网的收获不尽人意？李大哥让陈晨到海洋渔业博物馆里寻找答案。张网能在海里固定，靠的是浮漂和木桩。渔网浮在水上的部分靠的是浮漂，而10米深的水下有渔民提前打好的木桩。渔网下边的两脚要靠绳子固定在木桩上，潮水一来，依靠水流冲击将鱼虾网罗其中，潮水越淡鱼越多。前一天因为是小潮，所以收获不多。这天，陈晨又一次混上了李大哥的渔船。
对于李兴定，如今捕鱼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，更是向游客们介绍海岛文化的窗口，让他们感受捕鱼的乐趣和做渔民的辛苦。好硬，啊，那叫鸡子鱼啊，尖嘴鱼，这鱼很罕见，很罕见，很好吃的，其实很好吃，哪里不好吃啊？这个这个全部是都是肉啊，哇，这个头好扁啊，肉特别的紧实，这叫什么鱼呢？因为今天是大潮，张网的收获十分不错，接下来的三网，每一网都有着不小的收获。大鱼来嘞！鲳鱼、豆腐鱼、尖嘴鱼、鲻鱼等近十个品种的鱼被陆续捞起，紧接着捞起的蟹笼也有很大的惊喜。这个蟹大呀，蟹我把它抓上来了。哇，这盆好大呀！这个叫做什么螃蟹呢？这个叫青蟹啊，青蟹，野生的青蟹，青蟹还能长这么大个呢？啊，这还有大的呢。那怎么看这螃蟹质量好不好？质量好的话，筋都筋都出来了，筋。有什么筋啊？啊，这个筋都出来了，这个。啊，青筋暴露是吧？青筋暴露，这个。这个大概有多少斤？掂一掂。一斤吧，差不多吧。这是我拍摄以来遇到过最大的螃蟹，没有之一，唯一的一个大螃蟹。这个就不一定有瘦多有瘦少啊。啊，好疼，好疼，好疼！夹到我了。啊，这螃蟹好大个呀！李大哥每天带着不同的游客出海，大海也会带给人不一样的惊喜。能让游客们认识这些东海特有的鱼类，李大哥自己也十分开心。站一站下，不要，我们好快乐，一起出海啦！回到岸上，李大哥又忙碌了起来，他要和妻子一起将生猛海鲜做出最地道的海岛味道，不加过多配料，只是简单的清蒸和红烧，大海最新鲜的滋味都包含其中，辛勤的成果此刻在口中化为了满满的幸福。慢慢消失的鱼，本来模糊的鱼，竟然渐渐。对于与海相伴的渔民们来说，不再出远海捕鱼，意味着不用离家数月在海上孤独漂泊，但他们依然愿意出海，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家乡，了解与自己相伴一生的那片海。行驶在广袤的大海之中，在我的身旁有大大小小的岛屿，它们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一样散落在大海之中，而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东海有仙岛，名曰桃花岛，桃花岛的岛主叫做黄药师，此人生性怪癖，但是武功高强。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金庸笔下的桃花岛，感受一下现在人们的生活吧。桃花岛地处舟山群岛东南部，实际上桃花岛上并没有很多桃花，而是因为石头上有桃花状的印记而得名。这里有碧蓝的海水，细软的沙滩，靠海而居的岛民们在正午时分依旧在海边忙碌着。中午12点，我们在沙滩上发现了这样的奇观，好像很多八爪鱼成群结队地爬上了岸，但是仔细一看，有点像良田上种的什么庄稼。你好，大姐。你好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海带。这是海带，这么大个？对对对。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丝儿一丝儿的。那个是加工过了，我们这是自然晒干的。要把海带晒干。对。
晒干之后就可以食用了吗？对，晒干之后就煮一下就可以食用了。这是长在一起的？这个是绳子，对，这是在很小的时候像筷子一样这么大的苗嵌到绳子里面，然后它慢慢的长大了，根也就变粗了，你看，变粗了，然后就这样，这都是根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海带应该是绿色的，等晒干了就变成绿了。由于阳光的作用，它会慢慢的变色。对，慢慢的会变色，变成绿色的。我还听说好的海带会比较紧实哈，这样揉一下转一下不会断裂掉。你看它的厚度也比较厚，这个比那个厚实多了，你摸摸看。哦，这个好硬。对，好结实，结实，这特别像那个大蒲扇，就是颜色不一样，而且您看它旁边的这个形状有点像裙摆。哎呀，旁边还有一位大哥，大哥，好热的吧？好辛苦，是不是？您看满头大汗，身上都已经湿透了。您看大哥虽然不是那么伟岸，但是这个海带已经好长了，后边还拖着长长的尾巴，这个看起来很沉，这有多沉啊？100多斤的。108斤左右了，看您很累了，我帮您试一下好不好？我帮您跳到您要跳的地方。您是不行的，人要搞坏的。啊，要搞坏的，人要弄脏的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不怕脏，只要不把海带搞坏就好。我来试一下好吗？好。哇，大哥，您看头发都已经浸透了。你挑不动的。这个真的是有100来斤。来来来来，好，往上扛啊！哇，这个好沉。不行。这真的有100多斤，看起来，对，看起来几片海带好像没那么沉，有点。那我还是要帮你一下好不好？既然说了，我知道为什么晒海带一定要在沙滩上了，因为我根本就搬不到更远的地方去。工人们将从海上收割来的新鲜海带就近在沙滩上晾晒，这样海沙处理掉海带上的粘液，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海带的原味。1、2、3，哎，对，就这样晒吗？对，拉开之后我们要把它掰成像文工片，就这样掰过去呢。这爪子要张开了。对，不要叠起来，叠起来的话它不容易干。嗯，让它晒得比较均匀。对，哎，这个海带比较小哎。它为什么有的长有的短？有些海带，我们上面加了可乐瓶，你看一下这个。这个海带呢，每条海带是上面绑着可乐瓶。嗯，这个可乐瓶挂着的话，可以让它海带长得快。为什么挂个可乐瓶海带长得快？它就会浮到上面，浮着的话就海带长得比较快，也就比较大。让它浮起来。对，浮起来就是受到阳光的日晒比较充足吗？还是海带是天气热了的话就大得比较快。就如果总在下边的话，肯定是也总晒不到阳光。对，所以浮上来。对，它会浮上来。你也没想到小小的这个瓶子还有这么大的作用。对，我看你也很年轻哈，但是有一些你看阿婆还有爷爷叔叔们年龄都很大了。那你们是怎么搭配到一起的？对，我跟我老公带着他们搞合作社。哦，你还是领导呢，带大家一起来做这个。对对。你老公在哪儿呢？我老公在船上。在船上？对，他们的船已经到了。哇，那船好满啊，满满的一船全都是海带。对。那都没有人站的地方了。是的。您看这海带已经像个小仓库一样把船都覆盖住了，这船没有危险吗？没事的。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船。嗯，特别浓郁的海带的味道。哪位是您爱人呢？这位是我爱人。这位大哥您好，感觉像收麦子一样丰收了，水好凉啊。这些都是您运回来的？是啊。好厉害。今天在海上作业了多久啊？差不多10个小时。10个小时了。我们踩上来看看啊。哇，高兴啊，好滑的啊。好滑，而且这个海带粘液很多，看到没有？好粘，这是最新鲜的海带了。我们桃花岛海带口感很好的。您说桃花岛上的海带是最好吃的？因为你看我们水质好。啊，水好。好滑呀！上面又粘又滑。这个海带比较大呢，你看这个海带比刚才那个大多了，这个有2米左右的。哎，这个有2米了。这个好长，我们见识到最大的海带了。
海带不能沾上雨水，但由于之前的连续降雨，齐大哥已经将近两周没有到海上收获海带了，所以今天的晴天显得尤为珍贵。为了弄清楚这些长达两米的海带是怎么长成的，记者陈晨跟随齐大哥的小船一同出海寻找答案。桃花岛的塔湾海域，水清潮缓，风平浪静，是海带养殖的天然港湾。齐大哥说，以前这里是浙江省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，现在也是舟山唯一养殖海带的地方。咱们现在就要收获这片海域的海带。这个上面这些漂浮物是什么做的？是泡沫吗？泡沫呀。都已经发黑了，估计时间很久。不是，啊，本来就是这样。啊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海带，嘿，海带在这里呢，感觉跟一朵朵绽放的大花一样。这第一个就捞起来了。哎，我们好像现在看明白了，是两个线中间把它给串联起来了。这个海带有多长，大哥？8米左右。所以说每个距离大概间隔也就是8米左右。这个深度就4米，这个啊，这成串就给拉上来了。为什么要从中间截开呢？等一点，那个上面好晒嘛。啊，原来拴着海带的苗绳一条条的被平行固定在了两条长120米的长绳上。四位大哥分工合作，将8米的长绳分成两段4米的绳子拉到船上。这样既节约了成本，也更方便了岸上工人们的晾晒。随着海带一条条被收割，船上工人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，可以说是寸步难行。好，1、2、3，走。把自己盖上。来，好，从这块拉开吗？就这么点小刀子就可以拉，看起来并不锋利啊。从中间地瓶子的地方开始割，割中间呢。好，割开了，两边一分开，两边都4米。我感觉浑身很痒。跳蚤，小虫子啊。哎呀，这还有跳蚤！我的天哪，我看到了，因为这个海带身上，对，海带上面附着着很多虫子哈，还有小虾，还有跳蚤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感受到你们辛苦了，觉得累不累呢？习惯了。习惯了。怎么样？看看我身后这片海域像不像一片良田？人们在收割海带的时候，就像收割麦子一样，挥舞着小刀，就可以想象一下挥舞着镰刀。这片海域他们耕耘和播种着，挥洒着汗水，也收获着快乐。从凌晨4点开始出海。齐大哥在10个小时里连续出海8次，直到下午2点，他才能得到喘息，和妻子孩子在海边就近吃上一口家常便饭。我跟您感受了一天的生活，在海上工作这么久，而且咱们的船哈都不是普通的渔船，在上面行走都很不方便。稍不小心我就会掉下去，不能说大哥们哈，因为上面的海带很滑很黏，你也知道，所以上面危险性还是很大的。为什么要从事这个工作呢？这么辛苦？因为我也本来也是本地的，开到这么好的水域，现在没有人去把它搞起来，我也有个很可惜的。觉得我们这次压海带很多的，24日它现在搞起来了，感觉是您带头带大家一块做起来的。以前也有。也有，那他们都是小打小闹的。嗯，大哥刚才哈情不自禁的总是往身后看，观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，后面的确是依山傍水，景色秀美哈，古人云，
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。智慧来自于生活，勤劳来自于磨砺。在这里哈，您看这一家人，大哥负责海上的事物，大姐负责岸上的工作，相互和谐，相互的扶持，都很不容易。但是不论一天在外怎么忙碌，最终还要团圆在这一张饭桌上，一顿佳肴中，一家温馨里。舟山人懂得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道理。这里地处海岛，四面环海，地域开阔，滩涂众多。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，让一种古老的行业在此流传千年。清晨5点钟，我们就赶到了渡口村，为的是带大家认识一下这里独特的海上田园风光。不过说到海上，大海在哪儿呢？说到田园，也没有看到什么农作物。不过远远望去，纵横阡陌，围出了几十圈的小水塘，旁边有两位工作的老乡，让我们过去问一下。大哥大姐，稍微休息一下好吗？在清理鱼塘呢是吧？哦，我们在休野。我跟您一块来工作好吗？好，你好，你拿着这个许子，去一下。我穿这鞋啊。大哥，您贵姓啊？姓韩。韩啊，韩大哥，您好，今年多大岁数了？70岁。您70多岁了？啊，70岁。那应该叫韩爷爷了。啊，爷爷对。那您肯定经验丰富。我打听到咱们这边有海上田园，可是这海我没有看到。大海呢，就在山那边，山那边我们这里撒野就用秋水机把海水穿出来的啊。您说的是海盐，就是我们可以吃海盐。我们直接可以吃的海盐。您好，辛苦了。嗯，哦，中间这块有一圈白颜色的物体，这应该就是海盐吧？海盐，这直接可以吃了。直接可以吃呀？啊，我们拿起来看一下。我们带山盐，好粗，是工业吗？最好的盐，质量最好的。啊，最好的。为什么它最好呢？它没有误杀。纯天然的，天然的，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剂，听到没有？沙沙的声音，比大米粒要小一点，比小米要粗一点。对，这盐可以直接吃，直接可以吃，不用加工了。那我尝一下好不好？好好好。不知道导演有没有带菜哈，往里边直接放了做调料，直接可以吃。哦，这盐好硬好粗，它很咸，很好吃嘞。好咸呐！盐嘛，当然咸了，不咸就不是咸了嘛。一个叫爷爷，爷爷我在家也做过饭啊，对对，但是尝起来这个要比我平时在家用的食用盐更加咸一点。对对，咸，很好吃，而且有点鲜的味道。那您家做菜就不缺盐了？不缺盐，我们是盐民嘛，根本不缺盐。那这一步是在做什么工作呢？做秀盐，收获了。收获的秀，等于农民收割的一样，我们要盐民做秀盐，这样。哦，我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水塘里边踩上去很硬，还挺光滑。很光滑，薄膜嘛，下面是泥土，有点像大理石的地面。下面是泥土，上面是薄膜。我摸一下啊，哎，这就是塑料薄膜呀。塑料薄膜，对，这也蛮有污水的，还很好吃的。嗯，塑料薄膜可以隔绝泥土，晒出的盐不掺杂质，而且黑色容易吸热。可以加速海盐结晶的速度。70岁的韩玉德从20岁开始晒盐，家中祖祖辈辈都是盐民。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，和67岁的老伴一起完成家中35盐田晒盐的工作。岱山是浙江最大的产盐县，浙江省2/3的食用盐都来自这里。但是这些盐是如何从大海中提取出来的呢？晨晨跟随韩爷爷深入盐田寻找答案。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从这水放到那边去。把这水放到哪边去？放到那边去。感觉要就是这样子放闸了啊，是松闸放水啊，这是还没抹布呢，这哪去了呢？啊，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就是用这个黑色的塑料薄膜，不放那么久，就是那个搓起来啊。这水流还挺快的啊，挺快的。嗯，说明是咱们左边的这个水池会高一点啊，对，高，这边高，那边低，它都流下去的，都是从那边上面高，下面低流下来的。啊，是成个坡度的。这个有坡度的。韩爷爷说。
晒盐靠的是一条有坡度的盐田流水线，它由13块盐田构成，每一天海水都要被放入下一块盐田，这样在阳光和海风的作用下，海水逐步蒸发，半个月后浓缩成24度的饱和卤水，这时就可以用来晒盐了。韩爷爷，是不是肚子饿了？不饿。不饿呀？不饿，为什么还有个水煮蛋在里面呢？这个蛋是我们卤吃了的，卤可以晒盐不晒盐，就用这个东西可以吃了的。现在是淡水的状态啊，这现在是淡水，注意一滴滴的，大家看底，看见没有？对，它上面只露出一个小头顶来。我给你看看，这里还要晒盐的开始了。好，晒盐的起的水啊，换这边的水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？哦，有区别的，但是我咸水有区别的，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咸水，露水，你看，哦，这个是半边身子全浮起来了，半边身子，对对。在淡水里边只露个小脑袋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卤虾咸了，可以晒盐了。啊，可以测出卤度来。哎，那测卤度了。这个鸡蛋大不比出来卤很咸嘞。这卤度大概有多少度？23度是，23度。这么精准吗？对，精准。那有没有科学的办法能测一下？这个鸡蛋是吃了的，我们过去老一辈吃了就是这个东西。啊。当卤水达到饱和，盐开始析出时，盐民们的另一项工作就开始了，打盐花，这是关乎海盐质量的关键步骤。如果不把结晶的盐块打散，盐粒会变粗，影响质量。韩奶奶每隔半个小时就要在结晶池上这样转上两圈，之后就可以收获到洁白粒细的海盐了。被震撼到，这么大堆的盐山，是盐。您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堆出这么多的盐来呀？需要一年时间。一年的时间？一年时间。啊，大概有多少吨了吧？有多少吨的盐呢？20多万。20多万。20多万。那就是100多吨。100多吨。了不起啊！而且工具很简单，您往这儿瞧，这100多吨的盐就是用普通的竹篮，一点点的增加搭建而成。每天一点点的挑起来。而且爷爷，不瞒您说，这两个篮子就已经够沉的了。这单子20多斤。好，我跟您一块劳动，不知道我这笨手笨脚的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呢？来，咱试一下好不好？把这些盐咱们装进篮子里边。就这样子的。爷爷，您这个姿势好帅气啊！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中间这么一拴，这还是个装备啊。就是这样。嘿，好吗，奶奶？好。我可以去工作了吗？好，可以工作了。怎么样？这样子的。来，这样子的。啊，把这个铲进竹篮里边。好，有点像铲雪一样。爷爷，你每次要铲多少进去呢？每担100多斤。100多斤？您担得动吗？担得动。哇，爷爷三下两下这边已经满了。我满了。我试试。哦，你试试。好好试试。好，拆装备。啊，可以试试。来，我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我觉得它不就是盐巴吗？啊，你试试看，再不动没有关系的啊，试试看。那我试一下。啊，试试试试，撑住了。好。等一下，爷爷，您刚才是用手在按在下面了吧？没有，没有。纹丝不动啊！啊，你试试看。好，再试一下啊！你闪了我的小胳膊。好，走着，起来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不行！走。不行，真的是一点都不动。这个盐连同我的扁担，一共多少斤？一共140斤。所以说我担不起来是正常的。你担不起来，他担不住。啊，让我们同事试一下好不好？你试试看。让我们摄像师试一下。来，张岩，来张岩试一下好吧？我替你。对，你别看他瘦，浑身腱子肉哈，还是那句话，来试一下。来，1、2、3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没起来。哎。真的起不来！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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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不嘛，是真格的，是吧？还好吧？你还好吧？没
钱的。这还会受伤的，危险。什么感觉？描述一下。哦，好累，那些都死出来。有，而且担起来还站不稳。有没有想到这么沉？没有。对呀，就是两袋盐啊。好，我们这下稍微休息一下，觉得搬两袋盐跟受了惊吓一般。那我们看看爷爷好不好？好，那给拿下。可以拿下哈。哦，感觉放很轻松的感觉了。我们相信您哈。哦，嗯，好，这小身板您看。哦，你看这里啊，好，挺直的。你看，哇哦，腰，腰还跌两下，没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啊，你感觉跟跳空篮子一样。挺轻的嘛。哇，奶奶，我被震惊到了。韩爷爷每天都要像这样担上3000斤的盐。对于老两口来说，阳光最猛烈的7、8、9月。是他们劳作的黄金季节。天气越炎热，晒盐的效果就越好。炎热的夏天，晒盐人却要顶着40多度的高温出门劳作，十分辛苦。奶奶有没有担过盐啊？从来没有。觉得爷爷力气大不大？大，别想打得过。比别的男人大得多。实际上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含义就是，您家的男人，您的丈夫比别人家干活都厉害，对不对？我他说辛苦，他说不辛苦。爷爷总是把最欢乐的一面留给您。留给您。我们再问一下爷爷辛不辛苦，好不好？爷爷辛苦吗？不辛苦，奶奶放心吧。这个问题虽然很老套了，但是特别想问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，你们两位幸福吗？幸福。好幸福，我都被感染到了。对于祖祖辈辈的老盐民，海盐不再只是日常生活中的调味料，更是他们维持生计的依靠。对于老两口来说，这鲜咸的海盐里蕴含的是幸福的味道。旭日初升，海岛上的人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韩玉德夫妇开始新一轮的晒海为盐。于大姐等待着丈夫收获海带归来。李姓定夫妇也准备着迎接下一批游客的到来。海岛人家依海而生，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自己的幸福生活。